起坐了。过来了。没见过吗？嗯。铁观赐福，财丁兴旺，起走！哎，太保鞭炮啊！没个真心，不然还怎么办？你点。注意啊！注意啊！哎。医馆生意怎么样啊？还行，还可以。王老金呢？王老金还好吧？我爹说等你下次来，一定会备好酒菜等你。行，改天我就会会他。来，再见。李庆啊，哎，这别忘了你给我的承诺，这一辈子再不让我女儿受苦，你可都记住了啊！岳父的教诲，女婿定牢记在心。你记好了就行。来，喝一口。来，来这，来这。谢谢二舅，谢谢二舅。是。来，二舅，好。麦儿，忙了这几日了，咱们家里的厨房啊、柴房、住圈也都盖好了。那一会儿吃完这顿饭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我舍不得舅母和姥姥，有你们在这儿，我心里头可踏实多了。也只能待到今日了，趁尚未入冬，还得进山再猎两场，要不然等雪一下来就该封山了。嗯，妈儿，虽说是分了家，可毕竟血脉还在呀，两家人怎么可能真断得干干净净呢？你爹娘都是心善性子软的，这么多年很难再改变过来了。姥姥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不让母亲再受半分委屈。